Andy 本身是我哋公司新手出嚟嘅，咁啊系啦，咁咧就但系咧就正式歸入我呢组，即系而家你系佢经理人啦。华仔系佢经理人，系啊，我就系佢嘅跟班咁样。吓，哇哇，你吓死人咧！施工，施工岂有此理？同香港师弟啊，梗系大佬。中秋节去边啊？真系新人开口及就你就咁啊！中秋节去边啊？真系中秋节啊！中秋节今年中啊劲啊！今年中秋节人生第一次。第一次咩？打机。打电竞。约咗打咩机啊？电竞嗰啲啊？吓？唔系啊，即系边类嘅？咩电竞机啊？留意我 IG 啊！系。正日当日约下啲朋友打机咁咯，咁但系就嗰啲系啦，好想好希望可以參加一下啲比賽，詳情我哋過兩日會公布嚇。你打機叻唔叻㗎自己？叻過下啦，格鬥嗰啲叻啲。但係我最近愛上咗體育啊，因為佢係呢個體育專業畢業嘅，咁啊而家咧身邊個個都實力實力。我以前啲朋友就全部都係打牌居多，但係而家呢一 round 身邊啲人就全部都打波居多，所以我開始學都唔係學嘅，我細個踢波都叻㗎。不過後來冇踢到。咩運動啊咁樣？而家開始玩足球。我足球，踢足球。呢球對波類嘅運動比較。係咯係咯，電競嘅足球咋？你唔係真係落場波啊？落場踢啊！咁你落場你唔講緊打唔係呢個係唔好意思，我錯啦。中秋佳節咧就係 online 嘅，係啦。咁但係最近咧，由於因為開始中意電競嘅足球咧，咁就真係開始要都會同啲同事啊。他們都會陪我去即教下我踢球了，真的。那你應該找陳家樂了。是啊，波牛來的，他真的很厲害。還有又沒有，我都覺得是原來。哪些人會組隊啊組團的嘛。暫時看看什麼腳，還有我都未找到自己踢什麼位置。嗯。是啊，我都覺得他們說我暫時的狀態最啱做啦啦隊，未可以落場踢住，即係但我細個就踢前鋒嘅，係啦，所以都有啲傷疤㗎，好叻嘅細路仔，好多年冇踢過。霞姐嘅眼係好好唔信嘅嗰個眼神，好質疑嘅眼神。幾多年冇踢？幾耐冇踢啦？都卅年啦。小學嗰陣時啊，好細個，係啊，我細個係街童嚟㗎嘛，一日到黑。街童？係啊，唔係。斯文是慢慢去到中學開始才覺得啊好像喜歡音樂了，咁就少了出嚟踢波啊玩咁咯，咁所以間唔少你哋做翻條英皇隊咯，我驚我哋唔夠人，夠人數，係啊，除非男女混合就得，Michelle 都踢得下個好似，Michelle 又得，佢都好似冇乜唔得，佢好叻㗎，佢樣嘢都叻㗎好似。或者揾阿 Manny 做領隊咯，咁同埋都冇啦。我覺得而家因為嚟緊11月又新嘅一 round 嘅巡迴啦，巡迴嘅演唱會，咁所以都真係做下運動。喺邊度啊？今次？今次澳洲，都十年，都十年十幾年冇去咯。澳洲幾多場？澳洲兩個地方啫 ，Melbourne 同埋 Sydney。嗯，係咪講得㗎？我講咗啦，不過咪咯，係咯，咁啊，同埋都會帶埋佢哋去下，即係做幕後嘢咯，即係有啲新人。係啊，我都好堅持要佢哋由幕後嘅嘢做起，即係起碼自己要 on hand 啲，安全感又多啲。點啊？佢你有啲咩指導佢啊？佢唱得好好㗎，佢比賽嘅時候我都有俾好高分佢㗎。不過就係喺你手上高勝出嘅呢個係。係啊係啊係啊，不過佢我打完分就冇理過佢啦，直至到佢簽咗公司出咗歌咁，出咗幾隻歌啊？出咗三隻歌，嚟緊都會十月再出一隻新嘅歌。都係耕耘期咯，而家新人。出多首。係啦，佢都係仲係耕耘期，咁但係就冇啊，就我自己識啲乜就教佢啦嘛。交流一下啦，因為佢哋而家新一代都有自己嘅諗法，其實好多時候都有自己嘅方法嘅，我又覺得，即係我哋嗰套又未必。你會唔會睇翻佢啲嘢咧？即係調翻轉吸收佢啲嘢。所以咪交流咯，即係佢又會講下佢哋呢一代點樣玩 IG 啊，點樣交際啊，或者玩緊啲咩 game 啊？咁譬如話佢哋最近好興玩嗰啲叫做 Black Magic 啊，係一味揾口講嗰啲，我真係。你得㗎？學緊。
揾口講講好啲嘢都得。但係佢哋嗰啲唔知道，即係講完出嚟，大家又好似要估個謎底，又估估個方法咁樣，又玩手指咁樣，我就學緊。玩手指？係啊，學下咯，咪少驚自己有老人痴呆。真係。咁我覺得都幾好嘅，同埋今日啊，講下今日啦，又今日都好榮幸去擔任呢一個大使。因為FIF 係一個佢哋好有心去將香港本地嘅藝術家帶往國際嘅一個咁嘅機構。咁我今晚開始咧，肩負起呢個大使嘅責任，就會希望可以 line up 到譬如意大利啊、法國啊、英國一啲 artist 嚟香港嘅表演啊，甚至乎可能韓國啊、日本啊咁樣，都係文化交流咯。你唔俾佢上台啦，到時淨係真係做幕後嘢。幾時啊？澳洲咯，巡迴。齋做幕後嘢咯，係。今日有啲咩咧？佢仲有唱歌合唱。佢咁高，可以幫我掛下燈啊，掛衫。掛衫，掛住你件衫啊！掛住你啊，或者。哇！哇真係新人一對，你知唔知？你係咪見識到啊？好叻啊！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啲新人真係，唉。掛住你啊！諗到死啊！係咯，我入行廿年，我都講唔出口啊！呢句説話真係。